最近大市啊，繼續冇乜氣息啦。而家睇翻呢一刻咧，要跌緊接近400點啦，382點又低撈緊附近，又係增持緊16,265點嘅。嗱，冇乜氣息之下咧，見到兩隻股份啦，都受到一啲嘅減持嘅消息咧，就拖累住，分別咧就係聯想啦，同埋就係名創優品。嗱，暫時聯想就跌緊有接近10%，名創優品咧都要跌緊有成17%咁多。嗱，不過如果睇翻其實埋單計咧，暫時去到呢一刻為止，連至今兩隻股份其實都升咗好多。咁啊，所以咁樣跌法，連至今嗱，聯想其實升咗成40%以上，名創優品都升咗成70%以上。如果睇翻啲減持嘅因素咧，如果我哋睇美股方面，連 Meta 嘅 G100 格都減噶嘛。嗱 ，Meta 其實今年反彈咗成2倍咁多，咁所以我哋純粹 over 咁睇啦。嗱，高位減持係咪合理咧？但如果咁樣講法，年尾時間係咪真係要留意多啲？今年累計升咗唔少嘅股份，可能年尾真係有一輪嘅即係減持潮，可能會困擾住大市咧。難免嘅，尤其是你講緊個港股啦，而家唔係30,000點啊，都仲係即係萬就快都到萬六噶啦，16,200幾。咁其實你一啲股份去個高位，一啲大股東啦，即係有權減持啊，或者即係個別大股東減持啦，呢、這個狀況我覺得合理嘅。咁但係當然又意埋就好似名創優品啦，咁講緊就係有權就係高管減持啦。咁但如果你話睇埋就係沽空比率，其實近期嚟講亦都係急升咗上去。咁難免就係、是、當然現時都係傳聞啦，會唔會啲傳聞就配合埋啲叫沽空嘅一啲狀況而產生出嚟呢個幻象咧？咁未知。咁但如果你話高位要做配股嘅，或者叫即係叫褪派錢出嚟啦，我覺得合理嘅，因為始終今年個市大家都知幾難捱，一啲強勢股份你個高位你都好難即係唔做呢個動作噶嘛，你唔做呢個動作你都好難即係同自己交代。咁所以如果你話高管減持，合理嘅，咁但係當然你話喺現時咁嘅市況比較上疲弱嘅時間，有高管減持嘅股份，咁其實嗰、那個叫急衝落嚟嘅一個狀況會更加之明顯啦。咁但係即係當然啦，你點都好，因為若果你話喺股東層面上，佢哋今年都有交代啦，咁啊升足大半年上去，咁所以而家喺你話喺個高股喺個高位減持嘅情況而令到股份大幅震盪。都叫合理，但係當然今日拼埋個市無啦啦要對接近400點嘅，咁所以佢哋個跌幅或者跌勢都會比較上狠嘅。同埋如果睇翻兩隻股份減持個本質都有啲唔同咧，同埋譬如名創優品暫時都係啲市場傳聞啦，聯想就真係 confirm 咗嘅咧，就被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啊楊元慶減持啦。但佢減持嘅咧，其實就喺28號嘅時候行使咗部分嘅舊股權，以每股4蚊轉咗2,322萬股。之後咧就再喺上個禮拜二去到禮拜五，連續4日咧就分別都係減磅套現，總共就減咗咧係有成3,200萬股啦，套咗有成係3億1,000萬持股。嗰、那個嘅比例咧，就由8% 以上就降到去7.66% 嘅啦。咁即係其實係先增持，之後就再減持嘅。咁但係咧，其實減磅之後咧，其實明顯就係減突咗嘅。呢、這、一個其實係咪相對釋出嘅信號就更加之負面？減突咗都合理嘅，因為其實若果你話以一啲 option 計啦，咁其實會用翻佢行使價同呢個市價計翻個税噶嘛。咁所以其實你都要某程度上，你個税項你都要即係要交出嚟嘅話。不如沽突多少少，令到嗰個叫成嚿即係成個沽貨嘅行動啦，咁其實亦都可以更加之代即係代代安全。咁所以其實你沽多少少，我覺得你即係購買個税項啦，都叫合理。咁但係當然個市就唔係咁睇啦，咁個市就視為你沽貨嘅信號咧，就變得比較上負面。咁但係始終你話即係以現時嚟講，因為始終啲 option 都儲咗一段時間，而現階段你都即係經歷咗咁耐喺個即係。都叫捱咗咁耐，即係上嚟個市之後嚟到減持，我覺得都會合理嘅。咁但係當然市場解讀咧就偏向比較負面，因為今日個市即係你個市如果升300點，我諗消化到嘅。咁但係調翻轉又對緊380點嘅時間啦，個市就即係禮手就跟你一齊走咗先。但係當然我頭先都講啦，即係撇除啱染藍嘅理想，其實聯想咧就係呢一個嘅係今年年至今係表現最好嘅，暫時啊呢一刻係最好嘅藍籌啊嘛。睇翻基本因素，你其實有啲譬如有可以受惠到呢個 AI 嘅憧憬，加埋嗰個 PC 係復甦啊等等嘅因素啦。今次去調整嘅話，會唔會反而其實係一個買入嘅時間？其實就今次調整，我諗要視乎今日到底收市啦。可唔可以企穩到條50天線？因為50天線啊，即係作為一個即係比較偏強嘅股份啦，都係一個防守位置嚟嘅。咁而家50天線咧，咁其實你講緊現時就大概8.87附近啦。咁其實懟懟下，其實頭先嗰下已經係即係懟到8.87，頂一頂。咁當然，若果你話從技術層面睇啦，
今日一支大陰燭，好彩就係叫個成交就唔係話之大量放大出嚟。咁同名創優品唔同，因為名創優品今日個成交就超大嘅，比平時大咗幾倍㗎啦。咁但係992啦，現時呢刻你都係大概未夠三點前啦，已經係多過琴日，但係嗰個增幅唔算話太多情況下，要關注住睇下50天線可唔可以定到。但係當然呢個位置會短期之支撐住啊，因為始終個市氣氛差，加埋你個大股東高位減持咧，咁五十天線今日會頂，但係頂唔到好耐，咁所以應該個比較上合理嘅位置咧，應該留待接近100天線，咁啊應該8.5附近呢位置可唔可以成功轉定翻先得啦？